你们这护颈器要佩戴多久啊？嗯，佩戴好，请您保持30分钟静止，这样才有效果。哦，哦哦，好。莎莎，你确定擦擦医生成了植物人？相信我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你不是在诓我们吧？ 真的，菜菜医生坐在大门口一动不动，走去看看。真成植物人了，只有眼珠子能动。嘿哈哈，你们看见没？我刚刚捏了医生的脸。大神、莎莎，你们也来试试。我不敢，菜菜医生眼睛还在动。怕什么？他这是干瞪眼。嘿嘿。 菜菜医生，我走了，我又回来了，<笑>我走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哈哈，菜菜医生，想不到吧？你也有今天，平时就你打针最疼。别看了，时间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莎莎，上家伙。菜菜医生，你平时不是最爱给我们打针吗？来呀，给我们打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。 来呀！扎针啊！你一动不动干什么？站起来呀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莎莎，你这个倒霉鬼，快跑啊！你不是要打针吗？你这个别跑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